嘅。这是革命教材，一定要写好。你也害怕自己犯错误啊？张队长，这次你能留校工作，应该感谢党的政策。我家老二常林。说得好，人家游泳都穿这个，要不商店里怎么会卖呢？在这世上有那么一个人，他宁可死也不会对你出尔反尔的。我能等，无论等多久。你听说我得的什么病？江的涛。